子，对吧？斜对。This is the armor. If your bag has. 好了。现在要选择，这是浅色、深色，就是两种光标有两种选择，这两种，这一种也是跟标，这一种也是，这一种是不跟标。They have two options. One is light one, another one is dark one. 然后把这一步比较关键了啊，太好了，我那边看到没有？我们首先先要把光标。书法看有卷尺哈，首先先把光标磨得跟这个磨一样高，看到没有？对吧？然后把这个，看到没？这个光标你能不能拍到这里？等一下啊，行吧。我把这里给你调开，它这里面光标不是照出来有一束光吗？对吧？无人机，老板，看到没有？看到这束光吗？比较近、比较聚光的时候，看到吗？然后要确保这一束光能扫描到这个边，看到吧？对，他要扫描那个黑点嘛。快点学！在学东西，急什么？然后固定上。生产这关总不能老干那个吧？你看到没有？现在要往里面再挪一点点。你看从这个角度拍会不会更好？这个角度拍过来，这样比较好吧？先确保这个，你看这里亮，然后看到吗？看这里，如果这个绿色的点啊，遇到黑色的点，这个灯要闪一下，要灭掉，看到没有？遇到黑点，你看。黑点过来以后，这个灯会交替上，马上到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到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这里，然后要知道带长，量带子长度，看到没有？从这个边量到这个边，看。From here, from here, this side, 12。这个就是12嘛，来，看一下，把这边带长，然后现在开，没有，你看它上面，看它上面，上面它每次都停在光标那里。是不是每次都停在光标上面？对吧？能看得到啊。如果你看它现在切是切在这里嘛，那如果想封到这里要怎么来处理？现在不对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不对的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这样，你看，点动这个，然后点动到那个黑点刚好在这个位置。看黑点在这里吗？这边。看这里。那、好了，然后挪动这个光标。你用粗大的声音，我要把你说英文才行。看到没有？把这个。然后把这个黑色的。挪到刚好挪到这里，看到没有？挪到那个点上面。
哦，能看得到。To move the I mark to the spot. This spot, you see. 给我关几秒。OK。啊。OK。好，然后呢？Tracking by eye mark is not by loans. 好了。